们这边首先有轩尼诗，明年的时候它会打造成一个面积有630平米，及旅游零售销售，也还有咖啡简餐为一体的全新复合业态的首创的一个旗舰店。然后还有卡木，它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品牌旗舰店，还有麦卡伦等，然后里面也都会带来很多中国独家发售或者海南独家发售的一些限量的款式。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爱马仕香水与彩妆的专柜里面呢，大家可以体验到现在中国目前为止免税渠道最全的香水以及彩妆的全系列的产品。那其中呢，包括我们的独家蚊香珍藏系列，以及说身体的香氛以及沐浴的系列，欢迎大家的到来。刚下飞机，然后就过来了。进来之后确实感觉好气派，就眼前也挺震撼的。然后简单转了一下，发现有很多自己挺需要这种高奢品牌，之前也去过别的免税店，但由于品牌什么也不太全，买的也不太集中，我这次觉得自己还会很满意的，以后也会常来。今天进来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就是首先体量非常大，业态也很全，除了这个免税的部分还有很多有税的精品店，还有一些像敦煌和这个元宇宙的这个艺术展，我觉得这都是不同于以往的这个大家对免税城的印象。